是多么甜蜜，两年多没有到香港来，今天来到这里多么不容易，刚刚好碰到你的电视台，四周年台庆我也到这里，看到大家统统都欢欢喜喜，每个人都在快快乐乐，大家都在笑眯眯，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欢喜，因为你们谢谢丽丽把好的节目带给你，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告诉你，对香港三家电视台我有一点点建议，大家演员不要抢来抢去，最重要的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大家把节目做得好，让各位观众统统有福气，每个人看到那电视节目都感觉非常快乐，什么烦恼都忘记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，让你的电视的节目让大家都满意，在这里我再说声深深地祝福你，看到各位朋友到这里实在多么甜蜜，以前你其实有线电视要花钱才可以看到你，现在不要钱就可看到你，所以说做节目更要注意，难得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心里对你的也了不起，希望我们观众电视台也共同努力，但愿以后你的节目永远了。